今日嘅 ET 个股推介咧就系中信证券6030噶，拣选原因系咧中美领导人会晤舒缓咗啦中美关系恶化嘅担忧，加上近日啦中国改善防疫政策，刺激中港股市延续反弹噶，资金入市意欲提升，外资加速咧流入 A 股，近三个交易日啦净流入嘅金额咧都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噶。A 股同埋港股市场咧风险偏好改善啦，有利证券股噶，可以关注中信证券6030。中信证券咧系行业嘅龙头啦。當中投資銀行業務咧就繼續發揮綜合優勢。上半年 IPO 項目啦，成銷金額咧就係按年上升132%，去到875亿元人民幣噶。股權成銷同埋債券成銷嘅規模咧，都係維持喺行業嘅第一位。策略上啦，中信證券琴日咧就係收報15.3嘅，形態咧正挑戰下降軌，可以喺15元水平吸納噶，上望16.8，跌穿13.5咧就適宜減持。我哋。